我的感觉得多，明白吧？好了好了，把鱼都倒进去吧，来。啊，都倒进去。添一点调料。倒绿色。行行，倒进去。我也不多，那鱼少，说实话少。我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加工的时候要加水，加点水头，这边内脏会水头这边去了。这就是加水，对，这边加水，哎，那是树林啊，是树林，树林。好不准，干净不干净？看一下，不干净再转一会儿，是吧？看一下打干净，赶紧不去干净。啊，你看一下，哎，拿出来看一下，这鳞片干不净？你要一加水的话，哎、上面、哎、上面很干净，知道吧？很干净的，是吧？对，你看差不多吧，里边。它的里边的鳞啊都在长在上面了，但是说你加水的时候它都冲下去了，这身上都没有了，知道吧？好嘞，拿出来。啊，你看修饰都好啊。哎，主要就是没加水，你加水了以后外皮很好看的。要就是可以大多少？这一下。这一次可以加工小鳟鱼的话，四五十斤。